是啊，快接住，毒药不能接住空气。吐出来，不要坚持了，思阳，快点呀，思阳，崔生，你，我先把毒取出来。哎，慢着！你说是谁？我喜欢的人，是他。沈公子，你谁啊？我是韩玉儿啊，你忘了吗？我们之前在凝仙阁见过的，那天我……上一关守卫森严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我翻墙进来的呀。那你来做什么？这些天我左思右想，觉得那日匆匆一别，还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说出口，所以就写了这封信。玉儿字字情真，希望沈公子不要嫌弃。韩姑娘，信我收了，还请你回去吧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擅闯上驿馆被人知道了不好。听说你受伤了，我都要急死了，怎么能这样一走了之呢？你看。这是我给你带的药，我来帮你上药，这样你就能早日康复了。韩姑娘，我的伤已不大呀。不行不行，我必须要看看。我来帮你看看。啊，不不不，韩姑娘，哎呦，韩姑娘，帮你看看。别，我帮你看看。韩姑娘，别，好了好了，好，韩姑娘，住手！我们血馆怎么会来了个女人啊？我来找沈公子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原来是你啊！哎，你不在凝香阁好好待着，来我们上驿馆干嘛呀？什么凝香阁？我爹是当朝兵部尚书。我是韩家的独女韩玉儿。哎呀，不管他们了，沈公子，我来帮你上药。不不不，你别动。韩姑娘，我不能接受你，因为我有意中人了。你说是谁？我喜欢的人是他。好吧，时至今日，我终于可以将这份感情说出口。我之前没有说出来，是我怕我说出来会失去你，这样我会更痛苦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放手！我不会放手的，韩姑娘。我无法接受除了子安以外的任何一个人。就算这是一段孽缘，我也愿就此沉沦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！
也算是走了。刚刚你们也都看见了，这韩玉儿实在是难缠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子安，你不要介意啊。胡闹！子安，子安，吓死我了，蝶衣，原来你是在演戏啊。嗯，蝶衣，你这算演哪门子的戏啊？你就算是要找个挡箭牌，也应该找我呀。嗯，他刚刚在我旁边啊，那你也不能拉他呀。你可记得，我和你之间，我才是唐秀华。你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关系，你要找人搭戏，也应该是找我才对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下次找你好不好？下次。你还想有下次啊？